EK 四，但 EK 四有分单门同埋四门嘅。我自己本身拥有嘅呢一部咧，就系1997年出厂嘅 EK 四四门版嘅。大家好，我系南一喜机俱乐部嘅全叔。点解吸引我啊？因为我中意咯。我拥有咗呢部车咧两年到啦。有啲咩吸引我啊？吸引我就系佢可以有踢咯。我中意嗰个踢声咯。操控又比较容易啲啦。始终你话旧嗰啲车。唔同而家新科技啲車，全部都電腦控制嘅。係舊款嗰啲車就係比較簡單啲、易整啲咯。揸開都係本田啦，我坐其他車或者其他牌子嘅，我都覺得硬係爭啲啲嘅。咁本身都係中意本田啲，即係康打車啲人嚟嘅，加上佢都吸睛嘅。系啊，着踢嗰下咧，原本系5500转到会着踢，跟住8500转到8500至8700啊，会 cut 嘅。有啲人就专登系改去早啲着踢啦，跟住迟啲早啲着，系讲咩咧？我唔捻识讲喎。车之前我都谂住，我买翻嚟我系唔会喺条街度揸嘅，我系谂住去 check day 玩嘅，斋佬啊纯粹系玩嘅。但系点知买咗之后就疫情啦，跟住就摆多过揸嘅，偶然中都会攞出嚟揸下咁咯。咁变相而家呢部车攞嚟做最多系咩？呢部车讲起就犀利啦，做得最多系我哋起机拍嘢，俗称起机工程车咁咯。而家变咗呢部车拍过起机好多作品出嚟嘅，但系几多我真系要我谂，我真系谂唔到。平时点样用呢部车拍嘢？平时我哋拍嘢啊，你睇下呢个四门版有一个好处，佢有个天窗啊。走咗就开个天窗啊，擒出天窗啊，或者打开个尾冚，瞓喺尾冚入面啊，伸个头出嚟啊，喺度拍嘅啫。因为而家我车全部都系拆空晒咁滞嘅，即系车尾箱啊，除咗啲座椅喺度，跟住入面嗰啲嘢都空噶啦，差唔多。所以个车尾箱好大嘅，因为 EK 四，佢个车尾箱都几大嘅。有君耀咁嘅肥仔都会企入去啊！架车你做过啲咩功夫啊？呢架车本身个颜色我都唔中意嘅，我谂住买翻嚟我都系啊冇所谓啦，都系攞出去玩啫，攞出去 check day 啊嗰啲玩嘅啫。但摆下我又顶唔住颈，自己 DIY 啦。我过去咁多部车我都系白色嘅，但系。海豚灰呢样嘢咧，呢个色咧我就未试过，所以我自己胆粗粗啊，奉献咗我自己嘅第一次，我就将全车自己 DIY， 自己落手落脚喷咗海豚灰。本身架车系蓝色嘅，呢架车都搞咗2个几月噶，即系自己一个人搞。自己一个人，翻完工收工有时间咪搞一下咯。今日间唔中朋友过嚟咪帮手，一齐散下嘢啊，帮手喺隔篱加下油咁咯。大多数都系自己搞嘅。好多人都话 EK 装 BBS 拎唔好睇，叫我换咗佢。但我比较钟情于 BBS， 所以我换咗套 BBS 咯。
因為我之前有一部 FC2， 我都裝咗一套BBS link 嚟嘅，但係嗰只link就 BBS LM 嚟嘅，係啊，我都好中意嘅，但係15寸就好難揾，跟住啲價錢問題啦，我就冇，我就呢個日本呢套都係日本 bid 翻嚟嘅，我逐隻逐隻咁樣去揾去 bid， 都嘥咗好多時間嘅。仲有呢套拎裝呢套拎，因為 offset 係突咗出嚟嘅啦，所以我個沙板我都有自己拋出嚟嘅，自己用嗰啲去買啲工具整到佢糊出嚟，等佢冇突出嚟咁多。為咗呢個享受下呢個踢聲，我都配合佢，我都換咗一條寫氣喉，因為原裝嘅寫氣喉你。原裝的寫喉你會聽個踢聲比較小一點，但你換了一條長大一點的那個釋放量大一點的寫喉，你會聽很明顯地 分別到會著踢那個聲音，所以換了一條寫喉。其實我換了一張掰的椅子，但掰我想說他坐得不是很舒服我唔捻识讲喎，但最想坐嘅梗系坐 Vicaro 啊 ，Vicaro 嘅 RXG 啦 ，GK 有分好多版本嘅，但系因为金钱嘅问题买唔起啊，系啊，因为我坐开 FD 嗰啲坐开啊，坐开嗰啲凳都系 RXG 嘅，但我觉得嗰只款系好好坐嘅，但我纯粹攞出去玩啊，我又唔舍得摆落去。但我點解換呢張凳呢？因為我平時揸車我都唔喜意坐得咁高啊，坐咁高好唔舒服嘅。我覺得就本個人覺得坐得唔好舒服，因為我揸開啲車都係你會見到我半個頭，或者僆仔嗰時你係見唔到我頭，就半個啦，半個頭咁樣啦。係啊，我覺得咁樣坐。自己的視覺會好啲，舒服啲。仲有我又換了個長的體芯啦，因為符合我自己個揸車自己個姿勢，配合埋張凳入波嗰刻啊，所以我換了個長體芯，就翻自己的手型，可以攤住舒舒服服咁樣揸，又入到波嘅，所以我換了個長體芯咯。仲有入邊有。改了三隻錶咯，不過不會被人看到的，那些是自己拿來自己欣賞的啫，平時你 solo 都不到出來的。還有要迎合個外觀的問題啦，外觀問題看落去靚仔啲啦，我都換了導後鏡啊，看落去個外觀比較靚啲。咩導後鏡？呢、這個是屬於試搬款的導後鏡咯，油耗啊！但由我揸車到依家，我都冇計過嘅。你話一公里幾錢？我完全冇計過嘅。咁你計呢啲，你揸得呢架車出嚟，咁你要計嚟有咩用啊？係咪先？買架車就係用嚟揸。享受啫嘛，周不時放鬆下啲壓力，係咪先？因為好多人同我講話揸出嚟幾錢一公里，幾錢一公里啊？問我係有冇計過？我話冇啊！我由揸車到依家我都冇計過幾錢一公里。所以呢架車冇咩缺點，好講。冇乜缺點，對於我嚟講係冇乜缺點嘅。咁唔知道。觀眾或者是擁有呢架車的朋友有啲咩想講，我都唔知道，因為我都係講翻我自己想講嘅嘢啫嘛，係咪先？这个是我们的新节目，
起機車主講。係啊，這個節目將會是邀請很多不同的車主介紹下佢架車，介紹下個車嘅點樣做，點樣改法啊，或者係駕駛心得啊，改裝心得啊。點解你哋會見到我喺度呢？就因為我哋呢個節目第一集出啦，所以個導演就話：你拍第一集之前出，點解唔用翻我哋平時用開嘅車嚟講，做個 demo 俾大家睇下會發生啲咩，做啲咩啊？所以你會見到我喺度咯。平時你見都見我唔到噶，除咗我去拍嘢或者係大多數我做幕後比較多噶嘛。點解我而家又會坐喺度？因為導演講要我出嚟講，好尷尬嘅。我唔撚識講喎。所以各位車主想分享下你的駕駛心得啊，你駕車改了啲咩啊，或者係分享無私分享俾而家嚟緊要揸即係考咗車牌要買車嗰啲朋友啊，或者觀眾啊，佢俾佢哋少少嘅知識俾佢哋知，咁就歡迎各位車主啦、DM 我哋有 Facebook，DM 我哋 Facebook 啊 ，IG 啊，留言同我哋講，係嘛？係啊！點解你會喺度見到我嘅？因為我哋南美機俱樂部開咗個新嘅節目叫起車，係咪先？呢個咧係南美機俱樂部新嘅節目叫做起機車主講。是吧？是啊。这个是南美机俱乐部的全新节目起车。屌你老味，你看看，屌你，一个受访者不容易的。